我行了，你不欺负别人就谢天谢地了。你没打人吗？恐怕是你先动的手吧。刚刚是你出口无状，还不给真儿道个歉？凭什么呀？我也被打了，我也被骂了，我也很疼。为什么他不跟我道歉呀？就是你，就是你来了这就跟我抬杠了，就是你让别人在背后说我坏话，他才变得对我如此疏远。苏怡莹，你再胡说！难道不是吗？